再问啊，蔡成建，03.04.36，我不敢猜了，太快了，这个差点破了机甲记录啊！04，这把敏敏也很快啊，敏敏第二圈的断空飘的细节你没话说，我也没数啊，追不到呀，他都差点破了，他好快啊！ 再一次一号，谪仙眼睛一摘，火力全开。当谪仙摘掉了眼睛，我感觉路好清晰，是真的。思路清晰，是眼睛而已。嗯，我说路很清晰，思路很清晰。看一下，站在这个点，想碰对抗，但是正顺势把风仔让过去，又来到了风仔。这点蹭到了吗？蹭到 WC 都很快，但是顶到了谪仙的屁股，有点机会过不去啊！这个谪仙真厉害呀、啊！哦，宰的一轮翻冲都没有顶过去，而且风仔还跳秒了。我只想研究我的眼睛，就是谪仙化成研究生了。今天你好，特意拿他们试眼睛。RW 狮子破了记录还嫌慢， RW 悟空我也是要面子的，哦，又一个3.48还打破了林青的记录，破了，林青是50，对啊，我就说我64还跳了，肯定破了呀，我第一圈很慢，比他慢了一点，第二圈快啊，我已经追得很尽力了，你看我哈迪斯跑多少，哈迪斯跑33，给你鼓个掌，还有点小失误，你占55我也有跳了，27风仔被 JC 啊谪仙带下跳板，血压拉满我是真的冤，又出来了，那这一局他会怎么守呢？起步虽然不是很快，但哎，这个点，万里没上跳台，两个人都没上，好难受啊！最后一好364，挺身失败，哇，这是真冤呀、啊！没办法，那里他没上去，在那卡着了，我把你带下去。对对对，把他带下去。飘得好早，他刚玩他飘好早。对他飘早了，没上踏板。真的冤，这把真的冤。兄弟正常的路线被他踩下来了。他在那顶一下是吧？嗯，没办法，那起步本来很快的。不是我被卡下来了，我是上去了你知道吧？然后他把我就感觉我后退了一样，然后我就下来了。就推了你一下是吧？还行，调整挺快的，我看你直接从外面走了，他走外面了，他对啊，我只能走外面了，他那个位置在上弹簧容易弹下去，青木游乐园选择当着前国服的面选龙金湖，不要命了，强起步，阿妮目前是在第一，阿妮是不是昨天这张图刚发的国服，刚发的国服，对，前情提要，阿妮和林青的龙金湖国服第一之争，10月18日下午，阿妮再次刷新记录，成为龙金湖国服第一，屁股还没坐热，一个半小时之后便又被林青反超，成为前国服，烦死了。这是带着气儿在跑这张图的，看一下安妮的细节，前国服的细节，前国服没毛病，3.13，这就是前国服吗？前国服今天就要变成现联赛记录保持，对，我差点跑33了，这把，我好抖啊，我知道这把一点失误都没有，抖死了，竟然敢当我前国服歌选，龙金湖不要命了。阿妮是摘耳机，真的要掀桌子了！我都已经在联赛上破纪录了，你们还提昨天这事儿？没事，他听不到。没事，他听不到。打破诅咒 ，RDG 道具赛拿下 Q9。一开始怎么就加油了呀？怎么加油了？谁呀呢？肯定君无戏言，懂不懂？君无戏言。好吧。很想干我们呀，我们干回去啊！我赢我们2年。好。冷不了一点，加油加油。加油给你盾，给他盾，快盾！射！开了！掉！切终于赢了呀，切！切，他们没叠的，切！没事，就稳一手，漂亮漂亮！我还以为他两个叠呢，漂亮！狼队明清超越无极限，记录就是用来打破的。还是阿康在心脏区老街工地再次完成冲线，而且 WZ 双击跑，我们可以恭喜 WZ 啊！麦田啊！
情况？叉师傅，你的这天真是谁？提个钱吧，来来来，来，加油加油，多说话。OK OK， 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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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最后一波道具补充，还刚好吃到一个干扰器。干扰自己解自己防，野鹤完成重现，又一个五冲诞生了，恭喜狼队！对，好烂、啊、操作，这把前期是被搞了吧？对啊，被你卡了呀！我一直顶你啊！我是被你卡了，我们两个都复位了。最后以5-1的比分战胜了 WZ， 将比赛拖入到1v1个人重赛。加油，加油！起步。黎明肯定去贴女星，然后再贴，先挡一下，但是自己被弹开了。对，甩尾过来。12.19，这让我怎么追？蛮不屌呀！我总感觉我在后面他就不失误了呀。你在后面他这种感觉太熟悉了。直接12.1根本不失误。哇，明明这个细节爆炸，真稳啊！蔡成建03.36，我不敢开了，太快了。这个差点破了机甲记录啊！04，这把敏敏也很快啊。敏敏第二圈的断空飘的细节你没话说。我也没什么失误啊。追不到呀，他就差点破了他。他好快啊，这把可以跑到一个11小的成绩，甚至10。这把我赌一波，11.15，一点小是吧？完美延续没问题。完美延续，最后一个弯道，11.4，每把就差那0.2。明明也很快、啊，真的尽力了，又一个新纪录。切户苗战，狼队宁庆，这把是不是有没有刷记录？没刷吗？我觉得刷了刷了，我记得是刷了一点。最后一个 ECU 刚好0.4。我烫到了他，1分29.36，林天本恋哥1分29.22啊！林天，你的极限到底在哪里？这句话，你终于还是说了出来。熟悉的音乐给我大魔王响起，太厉害了这个！哇，这给你一直吃后追吃的爽啊！最后还蹭了一个一吧。他这状态谁来也不好使啊！你这把也很快啊，你这把也至少0.1，极限弹射。对，最后再来一手轻杀，直接。拿下比赛，3:13，恭喜狼队宁青以5-0的比分战胜敏敏。这样不真难呀！是，顺子过来，甩尾，最后一个 ECU 刚好0.4，我烫到了他，1分29.36。三个，再投过来，强起步，安妮目前是在第一，克兰加4.31，最终的一个完成反三吗？3:13，他都不一样哦，那是，看一下，起步阿胜，反射了，完了点名了，那敏敏下一关都可以直接上对抗了呀，那一档已经被挡到了3.9秒，还是阿康在心脏区老街工地再次完成出现，而且 WZ 双跑，我们可以恭喜 WZ。来起步，蛋仔已经出来了，哦，萧瑟这个对抗很硬啊，虽然被卡掉了一个小喷，但是把蛇先放出去了，对，而且他亏大了呀，亏麻了呀，云姬出去了，那雪月威点飘过来，路线没有失误，他刷了自己的记录，多少1:10.76，注意一下自己的速度，不说的话会稍微有点摇摆，哎呦没有弹出来，这边的话你一个 ECU 已经反超了，后半的话确实宋康要更强一点，看一下路的一个成员时间，按摩还在1.2秒，到底是几分？小飘延续，飞碟干扰器在点掉，就在之后，到底最后谁更快？干扰器哇，内线反超，哇，大大，太大延续，之后但是没到跳台点，对，前后的梯队差得有点远，大哥吃到了一个，他天脸皮中了，三期延续没延上，他太想延续了，龙卷风加闪现，再踩个刹车，1:9来。谁更快？没有在卡了咬下，哇！萨特最后万对，但是他没有冲刺翼啊，要看阿郎驾驶的是什么车。雨碎，哦，有冲刺翼丢出来，是一旦吊起来了，提了一下，不过还是完成重建，比唯一的速度消耗掉，但是一在前面已经要出现了。最后攻击，不碰过一个龙卷风，但是他不会碰到队友，已经碰到了阿郎，游戏结束，比分来到3:2，恭喜，见了。哇，这一把燕都其实你没有看的特别重要的一波节点，第一哦
机会不大呀，感觉。那这边完成了破防，在队友长城身上一九七被打响，那也算完成。对，还可以反一下。是的，看一九七这个距离已经是来不及了，而且狼队双单体的情况下，一九七一个氮气了，又来一个闪电，后面没有天使，没能力，这一个点有意吗 ？ECU 可以直接冲线，野鹤还是完成了冲线，防守非常充足，那个盾没白开。哇，这一个点，这一个飞碟，但是两个速度上不太够，被野鹤反超了。哇，这干扰清洗太慢了，对，清洗太慢了。一波道具补充，还刚好吃到一个干扰器。干扰自己解自己防，野鹤完成重现，又一个五冲诞生了，恭喜狼队。对，